公元前七十一年，魏郡元城县王进的夫人李氏做了一个梦，梦到在清凉的星夜，自己在月下散步，忽然一轮圆月缓缓落下，靠近，温柔地落入自己的怀里。不久后，李氏就被拔出了喜脉。十月后，李氏生下一个女孩，王金为她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，叫王正君。本以为这个女孩也会如同其他姑娘一样，适龄配婚，相夫教子，平淡一生。 却不料命数让他成为了名声显赫的贵人，甚至影响汉朝的发展兴衰。因为之后他成了汉帝刘询的儿媳，汉元帝刘氏的皇后，汉成帝刘骜的母亲。 同时呢，也是王莽的姑妈。在嫁给刘氏之前，王政君的婚姻并不顺，因为她曾经许嫁过两任夫君。第一任夫君刚刚说定，还没嫁过去，就突然意外身亡。第二任夫君是东平王，虽然是纳她为妾，但是刚过门没多久，东平王又去世了。好家伙，这情况放在东林西舍的嘴里，百分之百会被扣上克夫帽子的。 梦见自己的长珠婚事如此不顺，身为父亲的王金多少有点感到奇怪，于是就找来一个术士，让他给女儿占卜，探究一下女儿的婚事到底是怎么个情况。术士一占卜，面色凝重，恭敬地对王金说：“因为您家女儿是梦月入怀的，所以她的将来贵不可言啊。”王金就明白了，怪不得女儿许嫁两人夫君都不顺利，看来是她的命格注定大富大贵。 未来所嫁的夫君定然不凡，于是就不着急给王正军找夫君了，让他在家学习各种才艺和礼仪，等待废皇于封的那一刻降临。王正军满十八岁这一年，被父亲以家人子的身份送入宫中。虽然入宫了，但王正军也是有一年多的沉寂期。最初的一年里，他只是个比较低调、不受宠的小宫女，就像满园花簇中最不起眼的一位。 当时太子刘氏有一位超级宠爱的妾室，叫做司马良娣。这位良娣身体不大好，没多久就病故了。偏偏在他去世之前，在刘氏耳边常常说，是因为其他机器的诅咒才导致自己病死的。就这样，司马良娣去世之后，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刘氏都迁怒和怨恨自己的其他姬妾，认为就是这群歹毒的人害死了自己的心上人。可身为太子，纵然他自己不喜欢亲近切姬。 他爹汉宣帝刘询也不答应。听说了这件事儿，刘询皱着眉叫来王皇后，认为刘氏年纪也不小了，是时候娶妻，就让王皇后负责安排好这件事儿。于是王皇后就从后宫中特意挑选五名家世清白、年轻貌美的女子，然后让太子刘氏自己挑选。刘氏当时心不在焉，对这几个被安排的女子也没啥兴趣，但是又不好直接辜负王皇后的好意，就随口委婉地说了句：“这里面有一个人可以。” 王皇后非常负责，对刘氏又非常好。听了这话，她就跟身边人一起揣测，太子说的这个人到底是谁呢？反复打量这五名女子，最入王皇后青眼的是当时最靠近刘氏坐席的一位衣着素雅的女子，相貌清雅，又同是王姓。王皇后也是没由来的喜欢，于是就把她王正君送到了太子东宫。 就这样，王政君成了刘氏的太子妃。说来也巧，王政君没入东宫之前，刘氏也有成群的姬妾，但是这些姬妾始终没能生个一儿半女。直到王政君成为太子妃，没过多久就怀有身孕，这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。怀胎十月，王政君顺利生下一个大胖小子。汉宣帝成功晋级为爷爷，可高兴坏了，亲自给皇孙取名叫。 刘杰虽然本来不是特别受刘氏的宠爱，但母凭子贵的王政君这一出场就直接开了挂。公元前四八年，刘询驾崩，太子刘氏登基。这时候先是将王政君封为婕妤，三日后册封为皇后，已成皇后母仪天下。但王政君并没有高枕无忧，因为她清晰的感受到。 自从诞下孩子之后，欢喜的都是旁人，孩子的亲生父亲却并没有过多的开心，对自己也是愈加冷落。后来汉元帝刘氏又有了身为宠爱的傅婕妤，傅婕妤生下一个儿子，正是定陶王刘康。相比于刘敖，元帝更喜欢傅婕妤的儿子多一点，再加上刘敖一开始表现还不错，学习有模有样的，后来就变得喜爱酒色玩乐。 元帝认为这个儿子没有什么大的出息，加之对刘康的偏爱，元帝好几次提起想要废掉太子，改立刘康，这让王政君母子二人都甚为忧虑和恐惧。后来综合考虑多种因素，身为皇后的王政君始终小心谨慎，太子也没有犯下什么大错，还有背后的王家势力以及史丹也强烈拥护太子，元帝就打消了这个念头。 纵然元帝三番五次老想废掉太子，纵然竞争对手傅杰于仗着宠爱占据有利地位，但元帝一驾崩，终究是王政君笑到最后。公元前三三年，太子登基，王政君成功晋升为皇太后。这时的王政君才真正成为了除皇帝之外最尊贵的人。 借助权力，他大肆给自家人封侯拜相，他的兄弟纷纷成了王侯，就连母亲改嫁后所生的同母弟弟也被册封为朝廷命官。却不料，这样一家独大的风景没持续多久，就被卷入了诡异的皇权之中。因为汉成帝并没有子嗣，未来储君的位置一直空缺，就有人一直惦记他的兄弟刘康。或许是由于太子本身对皇位没多大概念，不会过多去防备别人。 又或者他一心只在酒色温柔乡，并不在意。当年王政君的竞争对手傅婕于现在也是傅昭仪。他暗地里贿赂王根，讨他助力，扶持刘康之子刘欣登基，也就是后来的汉哀帝。果不其然，汉成帝刘骜因贪恋美色，暴死于赵合德宫里，属于他的时代就此落幕。刘欣登基，封祖母傅昭仪为恭太皇太后。 母亲丁姬为皇太后，并且极力打压王室势力，不断提高祖母和母亲一族的权势荣耀。虽然贵为太皇太后，但王氏一族在汉哀帝的打击下逐渐衰落。后来，公元前两年，看王政君年事已高，汉哀帝才将放逐在外的王莽等人召回，允许在王政君身旁侍奉。 一年后，汉哀帝去世，恰巧也没有继承人。听闻哀帝死讯，王政君立即召集王家人，掌控核心权力，拿到传国玉玺。王政君把持朝政，又立九岁的中山王刘抗为帝，任命王莽为大司马。 论长寿，没有谁比得过王政君，但是把持朝政却并不是他所擅长。但王猛的连哄太骗之下，权力的中心逐渐向王莽转移，这也为王猛篡汉埋下了根本的祸端。当王猛问他要传国玉玺，想要灭掉汉朝，建立新朝时，王政君大怒，摔了传国玉玺，怎么都不肯从。他可以凭借自己的一己之力，带给王室一脉兴盛与荣光。 但却不能允许自己做终结汉室的罪人。王政君，她身为女子，她是柔弱的，是善的，却不是最狠的。正如近代历史学家蔡东藩评价王政君：“孝元皇后无不太后之骄恣，又无赵氏姊妹之荒淫，亦可谓母后中之贤者。乃过宠王莽，使其往上行私，得其国柄，是则失之于柔，非失之骄淫也。”